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好早起。咱今个一摆来到上帝面头前，咱要来聆听上帝话，愿上帝来开启咱每一个人的心，互咱有一个都有一个敞开的心来接受上帝话语的光照。咱这首诗歌来唱两首万能圣诗，啥物会随我心情？第二首，至大上帝，愿你带我。咱若伫光明中行，亲着上帝伫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。伊的子耶稣的血也洗清去咱一切的罪。分条中带因的路，年间伫火条中光照因，互因入眠拢通行走。日间分条，年间火条，总无离开百姓的面前。
现在咱请大家一同起立，咱三个来同心祈祷。亲爱的阿爸爸上帝，阮满心的感谢阿罗你的恩典，感谢你每一日对阮的照顾，让阮今仔日伫这个美好的早起，在这个知性的日子当中，阮搁一摆来亲近你。主啊，今仔日是知性的日子，愿普天下奉你名做一辈，你拢要来踮伫中间。主啊，阮今仔日来到你面头前时阵，相信你已经伫阮的中间咯。愿主耶稣基督，你要踮伫阮的聚会当中来得到。你感觉得到荣耀，主啊，阮求天父上帝，你来点着阮的心顶，你来明了阮每一个人的心。主啊，你要托阮每一个人来到你面头前时，做单单的来仰望你，托阮真正向阮的心向着世界关闭，托阮的心伫你面头前来赤裸敞开。主啊，阮感谢阿罗哩，愿主你来点着阮的当中，来显出你莫大的荣耀来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将一切荣耀、颂赞、冠冕归乎你。我们在你面头前同心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我们大家请坐，咱先过来看一段的经文，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到十七节。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到第十七节，咱先过来看一段的经文。无要听世界甲世界顶的代志。人若听世界、听别人心，就无伫伊内道路。因为世界顶的代志，就亲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拢毋是对别来的，乃是对世界来的。这世界甲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只有唯独尊敬上帝旨意的，是永远尚存。感谢主，咱圣经就读到这个所在，咱接着。这段经文，咱们三个来分享一个题目，就是你听世界吗？你听世界吗？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所分享的这段经文是真出名的一段经文。这段经文跟咱说到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首先对咱家己在这个世界内头的地位甲角色有一个全面的了解。同时，也是咱是毋是行在基督光明中一个真正重要的标志。在这搭十五章写说到，无要听世界甲世界顶的代志。人若听世界，听别人心就无得意会来道路。世界指灵力，在这个原来意思就是指世灵、天雷、世间、世上等等等等。现在你真无介意听着这句话，现在当你听着这句话的时阵，你也是真想袂通。我当日都活在这个世界顶。今仔日，这个约翰却叫我就唔通听这个世界，甲这个世界顶的代志，这到底是几个意思呢？其实，这个命令是托所有的基督徒的，叫咱每一个人拢着遵守的命令。咱是活在这个世界顶，听世界，这是真自然的一件代志。但是，上帝却吩咐咱无要听世界，听这个字意思就是宽容、注意。是以引以为乐的意思。如果咱若是以这个世界为主，咱若是听这个世界，那么听别的心就无伫咱的内道了。咱是活伫这个物质的内道，嘛物质的世界内道，科技将这个世界带到咱的面头前，进入到咱的房间，所逐日所看到的图像、视频、电视等等，所听到的声音。以及咱所收到的信息，等等等等，之侪都是将物质家己放伫优先。之侪物件呢，本身并无歹，但是会容易吸引咱去听这听之侪的物件。逐日拢会为着这个世界、甲世界顶的代志来着活，咱的心思意念完完全全的被占去，这就是物质主义的可怕。其实咱每一个人，逐日都伫咧做决定。做什么决定呢？就是咱要听世界，还是要听上帝呢？人若听世界，听别人心就无伫伊内道咯。这是听世界的可怕，这是听物质主义的可怕。因为伊互咱无法通来听上帝，互咱只追求这个眼前的时候，只追求这个眼前的代志。予咱袂记哩影响的代志，予咱袂记哩甲拒绝上帝，甚至咱予咱只是伫咧利用上帝，因为世界的王是魔鬼撒旦，伊是甲上帝伫咧作对的。
自从人堕落了后，这个世界的运作，不是托人管理，也不是托人治理的，乃是要取代人心内的上帝。人心内原来是托上帝徛起的。魔鬼撒旦现在要用这个世界的这个工具来带领世界背后邪恶的危机。魔鬼撒旦是逐日伫咧操纵世界，来取代人心内的这个上帝。人所看到的，人所听到的，所接触到的，拢是一撮物件，拢是一撮伫人界内头，逐日都伫咧发生。无要听世界，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。伫属灵的真正顶面，这个要求是最基本的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因为这是成功甲失败的关键。事实顶经验也是甲咱说，每一个信徒是毋是我当一直的德性高低，就看伊对这个世界有怎样的态度。干那是无要听世界呢？这个原因是真正清楚的。人如果听这个世界，听病的心就无伫伊的内头咯。耶稣也是世界一个人袂用你听两个主人，毋是听这个就是恶迄个。两个主同时都互伊听吗？两个同时都听，其实就是两个都无听，因为无专一的听，就毋是真正的听。信主的人呢，若是听这个世界，第一来到就无主咯。虽然想要来听主，但总是无来，当然无好的听主，因为第一来到已经被这个世界所占去了。所以无要听世界，这是为着要提醒人，这是一场竞争，这是为着要帮助人，就来听拯救咱的上帝，千万唔通远离上帝，咱就提起喜欢无正当的欲望。那么咱这个干那是使徒约翰会说出一句话呢？因为耶稣来了，耶稣成全了救恩了后，咱就进入到一个新约的时代。就是末世，在这个时期的来到，光明甲黑暗，这两种势力伫咧激烈的斗争。耶稣甲学生是代表光明的一边，世界是以魔鬼做头的，代表黑暗势力的一边。使徒约翰要强调，在这个末世的基督徒，应当将这个耶稣应当将耶稣的真光，将伊带到世界各地，因为安尼基督徒本身也真多。魔鬼最头的世界攻击的对象，世界以各种的手段来腐化、来分离基督徒，这就是老约翰担心的所在。所以，伊就专门写了了这段真出名的经文，为着要提醒咱今仔日的基督徒，听世界的表现其实是真简单的代志。比如说，咱如果花真多时间去看麻雀，咱看圣经的时间就减少了。如果咱若是规日伫咧读半马书，咱根本就无时间通看圣经，也无时间通来敬拜上帝。伫礼拜日的时阵，咱是要选择做礼拜，还是要去赚钱呢？上帝予人选择的权利，咱可以选择礼拜日无要做礼拜，专心去赚钱。但是咱一定要知影，任何一个选择都会有后果的。每一日只有24点钟。咱是怎啊来选择的呢？上班8点钟，困8点钟，剩下8点钟是怎啊安排呢？虽然咱有真多代志要做，但是咱是要将世界将伊放伫头一位呢，还是要将上帝放伫头一位呢？这是一个真正现实的问题，就是要看咱是怎啊做。圣经内头所说的话，并不是高调的理论，伊乃是要甲咱这个实际生活连接做一下。什么是基督徒呢？基督徒就是基督的徒弟，所以基督徒就是要学习基督的样式，将上帝将伊放伫头一位。基督徒要靠着圣灵的带领，也要凭着信心活出基督的样式来。咱都知影，现在全世界有真多的人都是伫咧向钱看，这是末世一个特征，这是十分危险的代志。因为有真侪人都觉得有钱真好，所以因就拼命的去掠钱掠钱。使徒约翰提醒咱，要面对这个危险。所以第15节，离去真正沉重的事，无要听世界甲世界顶的代志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对约翰来说，听世界甲听天父，这是互相对立的。这甲耶稣的教导也是一致的。在这个
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，耶稣说到：一个人会用你侍奉两个主人，不是恶这个，听那个，就是当这个，轻那个。你会用你搁侍奉上帝，搁侍奉马文的。马文意思就是宰你的意思。这也就是约翰在这个所在十五节所说的意思。人若听世界，听父的心，就无在伊内头了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传达了两个信息。第一个信息就是指两个主人是彼此为敌的，一个人无可能服侍两个敌对的主人。第二个信息就是人自以为可以在两个主人的当中搞平衡。耶稣却说，这纯粹就是幻想。实际上，人一定对其中一个主人会更加疼一点嘛。那么，这个人你更加疼一点的主人，就是你真正的主人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个世界确实有影是真水的，但是圣经又果叫咱着唔通听这个世界，干那只啊？因为咱若听世界、听白心，就无伫咱的内头咯。这句话其实是要甲咱说一个真正重要的真理。什么重要的真理呢？就是一个人绝对袂用咧同时听天父，佮听世界。就刚才就主耶稣甲咱说，一个人袂用咧同时听上帝，又佮听金钱。但是这个世界不只是讲金钱啊，圣经也是有讲到种种的代志，比如说名誉咯、成就咯、爱情咯、婚姻咯、家里咯、咱心所爱的咯，等等等等，全部全部。至于如果那是占了咱的心，听白的心，甲外靠白的心，当时就会减去。这个世界甲上帝之间，当咱偏向这个世界搁较做的时阵，自然而然咱就会减少甲世界甲这个上帝来沟通。这是一个绝对的真理。在这个世界来到，咱所有一切创造的啊，在这个世界来到，所有创一切的创造，拢是听咱的天父上帝为咱每一个人所创造的。咱有法通享受到这个世界全部所有一切，包括心灵的，包括肉身的，也包括情感的，不管是婚姻、家里、工作等等，咱就以白听白的心来享受所有一切。甚至咱也知影啊，欲望是主赐予咱的，叫咱可以得到满足，叫咱在伊的内头有永远满足的喜乐。咱再来看第十六节经文说到，因为凡世界顶的代志，就亲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拢毋是对父搭来，乃是对世界来的。即则的经文甲人说，就怎啊才叫做听世界呢？有人说啊，袂用你买啊高档名车、闻名贵的车，因为买高档名贵的车就是听世界。啊，有人说袂用你穿水衫，伫金马闻啊之类的，因为穿水衫伫金马是听世界叮叮叮叮。如果安尼说的话，那么这个世界是毋是等于就是买高档名贵的车，穿水衫伫金马呢？如果咱开一只高档名贵的车，穿水衫，咱开一只大厝，咱穿一件名牌的衫裤，咱啊，即阵是毋是算算是听世界呢？答案就是，可能是啊，可能不是。那么什么叫做肉体的情欲呢？这个肉体的情欲啊，就是指咱的老我，也是想要得到上帝不准人得到的物件。上帝赐予人有选择的自由，上帝也赐予人有选择的能力。其中之一就是欲望。人有正当的欲望，这是上帝所赐予人的一种福气。那么什么是一种啊？什么是又叫做眼目的情欲呢？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，耶稣说：目睭就是心顶的灯，你的目睭若是嘹亮，全身就光明；你的目睭若是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你内头的光若是黑暗了，耶稣将目睭啊，那么迄个黑暗呢，是何等的大呢？在这两节的经文内头，耶稣将这个目睭比如做心灵的窗口，啊，就是心顶的灯。人的目睭爱看什么，就代表你心内盼望什么。如果咱的眼光注视伫耶稣，注视伫迄荣耀的主，盼望迄永恒的生命，看到家己的品性，这个人的目睭是嘹亮的，全身是光明的。基督徒应该学习亲像约伯迄款，甲目睭入狱，这是对家己情欲的一种制约，就是唔看唔应该看的。
咱再来看什么叫做今生的骄傲呢？虚伪骄傲的人有什么特征呢？虚伪骄傲的人就是真爱跟人攀比的，当因甲别人未比你的时阵，因就会真容易产生一种自卑感，心内会真无喜欢。当等到因超过别人的时阵，因就会欢喜过头，狂妄自大，认为伫这个世上无人有法能甲因相比，尾巴翘到天顶去去。骄傲的本质就是追求人的荣耀，并无看重上帝的荣耀。以上咱所谈到的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甲这个今生的骄傲，这三项的物件，这是世界甲人的肉体彼此的互动。咱的罪性甲世界彼此互动的时阵产生出来，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。所以现在有真多犯罪的人会将责任将伊推到上帝。咱有正当的欲望，这是上帝赐予咱的。但是当咱犯罪了后，各种的欲望堕落到这个地步，迄、那个欲望呢，就唔是对上帝来的了。那么咱生活在这个世界中，咱又搁袂用咧听这个世界，咱到底着怎啊来生活，才会搁较好些呢？在第十七节经文搁甲咱说，咱搁来看十七节，这世界甲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啊，耶稣啊，约翰叫咱唔通听世界甲世界顶的代志。伊的意思当然唔是指天父所创造的这个美好的世界。咱仍然就听上帝所创造的这个自然界。咱仍然就尽咱人做人的本分，将上帝交予咱在这个世界顶的任务，将伊完成的好势。咱就自交咱应当尽的责任来荣耀天父。这搭约翰的意思是指，咱唔应当听肉体的情欲，咱唔应当听眼目的情欲，甲咱唔应当听今生的骄傲，因为这做拢唔是对别人打来的。这也就是说，这做的情欲甲骄傲，这做的情欲甲骄傲对世人来说是真正普遍的，也可以说是大家都有接受的。但是自作的性情拢是甲上帝的属性，性格、公义、慈爱、怜悯三位八。咱作为一个已经信主的基督徒，已经当上帝拣选了，已经对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的人了，那么咱就着怎啊才可以仍然按照甲世人生活的方式来活呢？这世界甲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这句话的意思呢？不但包括当耶稣过来的时阵，特别审判这个世界，而且现今的世界要被新天新地所代替。这也包括咱这个地接的人生，当咱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阵，咱所追求的一切，当样都无法能带走的。世人无为一生争夺一个无法能永久拥有的物件。实际顶也是无属于家己的物件，为了暂时的喜乐而失去了永恒的生命，为了要得到生活之名而失去了人身体的平格甲健康，这是何苦呢？不但是世界顶的代志，世界顶的物质要过去，而且连咱所贪爱、所爱慕世界的情欲也要过去。比如说，随出生的囡仔，不管男女。只要囡仔健康最重要，等囡仔大汉的时阵，学业最重要；等搁较大汉的时阵，工作事业真重要；搁较大汉的时阵，婚姻真重要。一直都伫咧换，咱真个欲望甲理想也一直咧都伫咧换。行到一个地步的时阵，咱曾经以为金钱、爱情、婚姻、事业真正重要，但是搁到了一个地步的时阵，钱最都无分量重要咯。圣经干那是要安尼讲呢？因为伫这个世界当中，咱无论怎啊伟大，咱无论做了什么伟大的代志，无论咱造福了偌济的人，但到了一个年龄，到了一个时阵，不但钱做都会改变，甚至咱以为做咱需要的，而且连咱的理想其实都会改变。约翰说：“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，是永远长存的。”即搭包括遵守整本圣经当中有关上帝的教导，重点就是听上帝、听人。
亲像耶稣所说，凡听兄听弟姊妹吹倒了，就托因水淋；无通徛的，就托因徛；无衫裤穿的，就托因衫裤穿；有破病了，就看顾因；坐轿了，就去探望。马太福音25:40，耶稣强调说：“我实在甲恁说，钱做诶代志，恁既做伫这弟兄当中最小诶心中，就是做伫我诶心中咯。”啊，就是说，今仔日咱为听所付出的，任何的一点点的代价，上帝都会来纪念咱。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，就是永远长存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活在这个世界中，咱要怎啊再未听这个世界呢？什么又果是听世界甲世上的代志呢？今仔日的经文，予咱看到两种人生观，一种是一切拢是以满足家己需要的。以自我最中心的人生观，啊，就是世人所说的人生观。另外一种人是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生活，以这来荣耀呼召咱的上帝的人生观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今仔日的这段经文，使徒约翰伫咧警告，伫咧命令信徒无要听世界甲世界顶的代志了后，伊又搁警告信徒说，这世界甲地上的情欲都要过去。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。这句话对咱每一个人来说，实在是非常的重要，因为伊予咱明白到世界的结局甲万事的结局，以及遵行上帝旨意是有最贵的价值甲永恒的价值的。咱啊，从这个特别过去的世界甲地上的情欲所吸引了，而失去了天父的心，咱就会失去永远的福禄。到了迄个时阵，咱的后悔就来袂赴了。这段经文将世界跟上帝相对，世界的情欲跟上帝的旨意相对，要过去跟永远长存相对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叫咱做出选择跟决定，到底咱是要追求这个世界跟地上的情欲呢，或者是要遵行上帝的旨意呢？如果咱是追求这个世界跟地上的情欲，这是无有永远的价值，因为钱做都要过去。但是对虚伪堕落的人来说，这个世界跟地上的情欲是真可怕的，是真正有吸引力的，跟咱就有割袂断的关系，是真无容易将伊摆脱伊的世人的，跟咱就离了因就活袂落去了。但是在这个加勒太书5:24却安尼甲咱说，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将肉体甲灵肉体的情邪情私欲。虽然都当定在十字架顶了，所以咱今仔日活着，只能是为着遵行上帝的旨意而活，这是永远长存的。啊，就是说，对现在一直有法能持续到永远的，就是咱的今生遵行天父的旨意，这个世界甲地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是无法能长存的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因为安尼，今仔日咱一生当中，无论做啥物代志，学业、事业、婚姻、侍奉等等等等，拢着祈求上帝的旨意，并且要遵行上帝的旨意而行。因为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但愿咱今仔日不但要明白这个世界的结局，并且也搁要遵行上帝的旨意。咱若真心、真意、真力听上帝，就是遵行上帝的旨意。因为只有听上帝以及遵行上帝的旨意是永远长存的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关于这个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甲今生的骄傲，咱比较会伫倒一方面受到影响呢？咱是毋是愿意甲咱追求关于遵行上帝旨意的代志呢？恳求上帝帮助咱切实的知影，咱若真正听上帝，就无法通搁再听这个世界。如果咱听这个世界，咱听肉体，咱听眼目，咱听情欲的满足，咱听今生的言语、称赞、甲骄傲，咱就无法通专一的来听上帝。咱若着恳求上帝帮助咱知影，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的荣华富贵、肉体、眼目、言语、骄傲，拢会过去，一切拢是暂时的，唯独为上帝所做，行着上帝旨意来到的，则有法通遵教永远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着感谢上帝，才着这段经文，搁一摆来提醒咱，
互咱有人更加多成就家己，是毋是？伊追求这个世界第一站的一切来成就，食来食多，咱家己会满足呢？啊，互咱可以因着上帝的真理存在咱的心中，有法通靠主共同起来，得胜去恶者所有的一切诡计甲试探。咱三个来按头同心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搁一摆接着你的话语来对阮说话。主啊，阮实在是何等的需要着主你话语的同在，因为阮也离了你靠阮家己，阮实在是无法能做啥物。愿主你的话啊，刻伫阮的心内，做阮随时的帮助，让阮会搁较知影阮无要听这个世界，因为听世界，阮听白的心就无伫来道路。愿主你甲阮同在，无离开阮，主阮感谢你。阿弥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咱这时三个来唱一首闽南圣诗。前我找求福气，前我找求福气。那安尼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为我用明白我主基督耶稣做至宝，我为伊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到基督。
咱来领受对顶头来的祝福。但愿使平安的上帝，就是那柄应许之火、托温柔的大牧人，我主耶稣基督对世人各外的上帝，在各样圣事顶成全恁，搁啊叫恁遵行伊的旨意，搁接着耶稣基督在恁心内行伊所喜悦的代志，愿荣耀归乎伊，对今时直到永永远远，同心奉主的名祝福，阿门。感谢主的恩典，咱今仔日崇拜会就到这个所在。愿上帝来祝福咱每一个人，下主日咱再见。